一百二十一年初，随同合法做同行业的效果，大胆的成绩公布出来的。苗栗县连登新年得到的县市政府的优待，接下来就会得到500万元安度的奖励金。另外，合肥县的头一摆加实的金铺奖。来倾听政府当道，唔过什么先到的机关单位，鼓励公交单位爱讲下。苗栗县政府，哈，苗栗县政府系连续四年哈，那都有得啦哈。合肥府主委朱光杰公布121年度推动行业做同行业的成绩，苗栗县连续四年得到优等。高新北、桃园、新竹县市还有高平六个县市系加等。特别讲的是新竹市系头班一榜，高铁新竹市嘅经济部标准检验局新竹分局，嘛系唯一一个主统报名嘅中央机关，相同得到加等。今年开始，因为拜托收入的地方政府来提出地方的客家的发展的计划，好，另外重要的地方，因为对客家文化、客家语言两件事情，收做的欠起来。特区做的去出差，没有利用对两部分的成绩，没去表现来当好，也就会讲，基本关系到天花种植，拿到天花来第一的语言，可能就会就会会用客家话来回应。在我乡镇市公所的部分，有桃园、新竹还有台中的16个公所得到优等，数量跟去年度类比增加了8例。各位家庭有25个公所拿到，其中新丰、大兰、东势跟六桂也得7个公所头班一榜。我都是希望主讲到现场，伊做得用客家来提供服务，行业友善环境的嘅营造位的一部分，我哋就要派出的秘密客气。作为嘅方式，推动行业做同行业嘅评核标准，主要系用公关语言高中以下学生嘅嘅行业能力认证嘅通过率，还有营造行业友善环境嘅程度，利用太空来评比。花莲政府跟苏凤雄公所一啲企业机关虽然有显明嘅进步，不过成绩冇达到加点。嗰座合肥市麦提牌增加嘅进步奖，前天言，佢期待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相互合作，打造客家嘅家队。客家新闻王英车、陈玉新，新北报道。